进度表百分比的一个计算，那这个百分之多少就简单咯。好，我们打包这完，等于这一格加这一格，对不对？啊，计算你看，那百分比呢，其实呢，现在完成百分比4除以20不就它吗？那怎么做呢？等于这一格去除以哪一个？ 20。好，这是完成的比例，这是我们全部的比例，所以得出来是个 0.2。哎，老师，我不知道 0.2 呢，我要百分比。那这在Excel用格式来处理，预设叫 0.2 哦，你必须在常用标签把它改成什么？百分比哦，就变百分之十。一样道理，再一次，等于未完成量是这个除以多少呢？全部的总数，一样再把这个改成什么百分比？哎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所以我再继续勾，我勾一半哦，6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所以自动变成了各一半，对不对？好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那就完成75%。哦，这个函数就这样完成了。好，来啊，请同学再把这个简单的两个完成跟未完成的百分比把它计算出来。